在福建，这个国庆要怎么玩，从南到北一条线，小吕都为你准备好了。南门湾的碧水绿波，金銮湾的秋日海风，苏峰山的绝美环岛路，以漳州东山岛为起点，你可以先体验一把海边小城的浪漫，把这里的山海落日装进行囊后，我们再出发下一个小岛。小小岛屿会为你创造一个文艺国度，在最美转角亦或是街边的咖啡店完成艺术的碰撞，你不必思考太多，只需寻找久违的诗意与灵感。一路向北，半城烟火半城仙的泉州西街在等着你的到来。古早小吃、地标建筑，这里一切古朴且自由的性格张力将会是你迷恋上它的理由。或许你仍会向往福建的海边，那就来莆田湄洲岛逛一逛，从金色海岸梅雨潮音，走在山海间，住在童话里。如果说湄洲岛是海上和平女神，那三方七巷则是娴静优雅的大家闺秀，它是福州历史的缩影，绵延着无尽的诗韵墨香，唯有细品才能读懂它的内涵。跨过大海，走过方向，别忘了去听一听福建的山海交响。来到海上仙都太姥山，登山峰，观奇石，看海景，一步幻景，在坝顶的回廊漫步，如临仙境，飘渺自由。有人爱这里的山川湖海，也有人爱这里的街巷烟火。福建有N种方式让你爱上这个国庆假期，背上行囊，整装出发，给自己一个爱上它的理由吧。